今日星光熠熠耀宝良嘅慈善义卖嘅记者招待会啦，其实一点钟之前咧，慈善义卖嘅活动咧亦都开始咗。一阵间希望大家咧就继续支持今日宝良公益义卖活动啦。咁啊，讲翻一年一度嘅星光熠熠耀宝良嘅活动咧，亦都系一个大型嘅慈善嘅筹款项目嚟嘅，由宝良嗰方面咧就系主办，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制作，今年将会喺10月15号大概2个星期之后咧，星期六晚咁喺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嘅。 今次就由Bloom Long發行特約嘅星光熠熠耀寶良嘅回券咧，亦都係而家城市電腦售票網咧已經發售啦。當晚嘅演出咧都會喺無線電視翡翠台現場直播。咁啊，大會司儀講俾大家知道，今日好多重要資料等大家知道咧。點解一定要星期六晚咧10月15號睇星光熠熠耀寶良？因為大家喜愛睇嘅靚聲王咧，咁啊有阿秋官啦，同埋阿 Lisa 姐，仲有林曉峰同埋陳婷欣再度攜手合作咧，就係將靚聲王嘅經典曲送俾大家。 邀请嘅歌手方面犀利啦，有张敬轩、王菀之、陈洁仪、陈洁玲、黎瑞恩、王凯勤、雷安娜、彭健新、卫兰 JW， 今日都到咗场，仲有阿坤哥今日都喺度，仲有胡林、许正允、陈海彤，仲邀请到如果有睇 J2 有睇 Running Man 嘅大鼻子磁石阵嚟到香港。 到時咧就用我係姚哥啦，同埋係國際傑丹任特別嘉賓嘅，至於城寨英雄方面咧，袁偉豪、伍允龍都會出現嘅，仲有張希文、邵佩斯同我哋香港小姐冠軍馮盈盈、香港先生黎振賢、阿胡飛、麥凱晴、伍禮軒都會係當晚係慈善演出傾力演出嘅，希望大家用你嘅呼叫聲俾鼓勵我哋啲表演嘉賓先啊！一二三，大家先，一，我嗌坤哥嚟，大家一二三，坤哥，好啦，咁希望大家咧就到時歌手用歌聲去籌募善款，大家用尖叫聲去支持佢哋，咁啊門票亦都係發售噶啦，門票嘅嘉賓方面今日係450蚊、250蚊同埋150蚊，咁啊喺度咧我哋多謝一班熱心嘅西貢中心，由1點鐘到今日嘅6點鐘會舉行慈善義賣
今次節目籌委會方面咧嘅主席就係保良局副主席蔡李慧李博士，仲有我哋幾位嘅保良局總理都嚟到現場嘅，包括有陳麗慧蓮總理，仲有林成毅總理。鑽石贊助嘅方面咧，可能好多朋友成日都去食晏同埋食嘢噶啦，有泰興飲食集團嘅執行董事袁志明先生。節目表演嘉賓方面有 JW 黃浩然，仲有吳業君。繼續要介紹我哋今日到場嘅幾位靚仔香港先生，包括2016年度嘅香港先生冠軍黎真義，亞軍及最上鏡先生丁子朗，季軍鍾君陽，仲有友誼先生楊權澤，
要介紹埋我哋香港小姐啦，2016年度香港小姐季軍陳雅詩，友誼小姐張寶儀，仲有幾位我哋嘅香港先生啊，胡飛、麥海成同埋伍禮謙，仲有一位我哋武良嗰個總理何猷亨總理，多謝曬咁多位。仲有咧就係朱文忠總理同埋夫人嘅，俾掌聲啊朱總理同埋夫人啊，多謝曬。保良局服務香港138年以嚟，一直以保石安良為使命，為社會係貢獻不遺餘力嘅。咁喺星光熠熠耀保良嘅記者招待會，當然我哋都邀請埋咧喺我哋嘅保良局嘅主席郭羅桂珍博士 BBS 上台為大家致辭，有請郭主席。再介紹多啲有關今次嘅節目內容，俾多啲掌聲啊，蔡博士啊！各位嘉賓、傳媒朋友、西九龍中心嘅朋友，大家好！再次多謝各位出席今日觀光發廊特約星光熠熠耀寶梁慈善義賣器宣傳活動。星光熠熠耀寶梁係寶梁港每年最大嘅籌款節目。我好榮幸能夠擔當節目財委會主席，為慈善出一分力。今年嘅節目將會喺10月15日星期六晚喺紅磡香港體育館舉行。當晚將會有好多殿堂級同埋偶像歌星登上華麗舞台，以全新搭配組合嚟獻唱經典金曲。希望大家可以踴躍買票支持，又或者喺當晚致電熱線捐款，
令本宿的個項目可以一起持續發展和優化。而今天的慈善義賣，我們特別是搜羅了各式各樣的禮品、教育品，全部都以慈善價出售，收益亦都是撥捐保良局不同的服務單位，希望大家到我之前買到心頭的資源，亦都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一舉兩得。最後我們要衷心多謝各禮品贊助商的慷慨支持，以及各位藝人出席和落力的呼籲，見到今天的活動能夠特別的順利進行，同時亦都希望在場的全部朋友幫手推廣這個節目，呼籲市民是踴躍支持適當一日要保留，一起為有需要的人士是出一分力。再次多謝大家。蔡副主席，多謝曬，請留步。我哋而家開始咧，要接受咧就係捐款支票嘅時間。亦都同時邀請埋郭羅桂珍主席到台上邊，代表節目接受節目嘅捐款支票嘅。因為每年星光音樂月保留都得到好多唔同嘅善長支持嘅。今日接受捐款支票嘅時間咧，我哋都會拍低片段，到時喺10月15日當晚星光熠熠搖保留播出嘅。所以咁多位深水埗嘅街坊當晚可以睇到咧，就成個場面噶啦。喺度第一張我哋要接受嘅支票就係金鑽贊助支票，有請上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嘅代表，亦都係保良局總理何猷亨先生。好，請何總理嘅中間，我哋一捐款支票擺到，小心。好，一齊望住鏡頭影張相，同埋拍埋片段。咁我哋確保片段咧係拍得最靚為止。咁啊，當晚喺10月15日播出嘅時候咧，大家就會記得今日喺西九龍中心義賣嗰陣時候收到何總理代表嘅上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嘅捐款支票噶啦。好，大家可以再望住中間少少。好，多謝曬。好，多謝曬何總理。好。第二張嘅支票啦，就係、是、鑽石贊助支票，有泰興飲食集團，有請執行董事袁志明先生，有請袁生。同樣都係啦，咁啊，希望袁生同埋郭主席同埋蔡麗慧理副主席一齊望住鏡頭，我哋保持呢個笑容，開開心心。等待10月15日兩個星期之後的禮拜六在紅磡香港體育館見，到時除了在電視熒光幕會將這個片段播出來之外，在紅磡的大型電視幕牆都會播送這個片段的，務求就是場內和場外的大家一齊看到。多謝曬，唔該曬，請三位到台下開就座先。多謝曬袁生，多謝曬蔡副主席同埋阿郭大，多謝曬，可以先行就座。因為呢個時間咧，我哋要邀請一班影界嘅香港小姐、香港先生，同埋我哋嘅嘉賓嚟到台上邊，為大家呼籲同埋打打氣。年輕嘅力量係非常之咁重要噶。咁啊，工作人員已經將麥派咗俾我哋兩位嘅當晚有份表演嘅嘉賓，包括有 JW 黃浩然同埋吳業坤。我哋時候再邀請埋2016年到香港先生黎振業、丁子朗、鍾君陽、楊權澤同埋香港小姐嘅陳雅詩、張寶兒，仲有胡飛、麥海晴、伍麗軒一齊上嚟呼籲一下。阿坤哥，嗱，你雖然唔係香港先生，唔係香港小姐，你企中間，係。我哋比較矮啊嘛，其實。唔係，你企中間，係啦，一邊就香港小姐，一邊香港先生，大家影張相先嚇嗱。阿坤哥如果參加香港先生都唔係話冇機會嘅，真係。都入到 final 嘅。係啊。上到啦。好，不如我哋有啲嘢企呢邊啦，係啦，你哋阿胡。好。好，大家企好，影張相先嚇。我哋表現下年輕人嘅活力啦！啊，嚟啦！哦，香港先生即刻擺個香港先生 pose 啦！坤哥 ，show 你嘅 muscle 出嚟啦！哎，阿坤哥嚟啦！坤哥唔止 show 埋 muscle，show 埋手指功啊！哇，係幾犀利！好啦，咁啊，做完動作之後咧，梗係要呼籲一下講一下啦。嗱，不如我請阿坤哥同 JW 講先啦，因為當晚咧，你哋都會喺台上面咧，同一位殿堂級嘅歌手一齊表演嘅。有啲朋友可能有睇報紙就知啲啲，但係如果冇睇，今日咧嚟到西九龍中心，可唔可以話俾大家聽，你哋嘅配搭係同邊位一齊咧 ？JW 先啦，好嘛？我將會同 Miss Chan Chan 一齊合唱啦。咁我哋除咗唱，又會跳埋啦，所以應該會非常之精彩。開始排舞未啊？而家？
今晚張偉仁。今晚開始啊？係啊，正啊。Miss Chan Chan 好高熱，要求好高嘅喎。OK 嘅。OK 嘅，你跳舞都 OK 嘅。OK 嘅。我知唱歌難唔到你啦。跳舞我唔知啊。OK 嘅。OK 嘅，咁我坤哥咧，係咁我就都好開心可以同我一位好好嘅前輩合作，就係、是、黎瑞恩姐姐。咁啊，當年都聽好多佢嘅歌啦，咁今次可以喺紅館嘅台上同佢合唱咧，其實真係好榮幸嘅。咁我會努力嘅，咁希望大家到時咧就到場或者喺電視上面支持就十分之好啦。啊，講埋你同 Miss Chan Chan 同埋同阿黎瑞恩姐姐唱咩歌咧，好唔好啊？好啊，我就會同佢合唱呢、這個。長留不息啊！長留